对，他身高他报的只有170，是哦，张家强漂亮，还比较靠外，没有怎么防他突破。原来这个三分，哇，还了一个，可以，王浩轩啊，整天一块训练，王浩轩，你看扛不动，扛不动，扛不动，直接扇出去，扇你，虽然你是我学长，666，但是我也要盖你，对，啊，说不准了啊，男人面子不能输，哇，再扇一个。一场三个帽，是都想赢下这场比赛，包括之前继续放，继续放，6-0，因为放半步不好突第一步。你看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这个、先犯规吗？还是有效？31281，恭喜你！对，微博搜索路人王篮球，把你的信息发给他。哇，来了一个路人王篮球粉丝小虎，抽的是2号签，然后也是恭喜小虎中奖啊！韩浩文上反篮，可以，2-0。大家点赞上30万啊，给大家抽奖，同时点击到左上角来看一下有没有三分球打进，绝杀！韩浩文绝杀！我看到吴博文说，吴博文没补上，我心凉了。报名啊，他也跟我说了，吴博文，我说，对，哎，漂亮！这个八强赛直接当时就是李瑞了，看一下，非常关键啊！我这球打进。有很多今天其实不一定是山西太原本地的，这球可以啊，刷屏，大家觉得这一组可以出现的人的名字我们给大家抽奖，有路人王灯牌的粉丝宝宝里面抽啊，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所以大家、可以比赛限时7分钟的时间啊，现在时间所剩不多，之前我们基本每一场都会有啊，但这场没有，这球可以，到了，口说无凭，场上健身教。冯正强篮下，漂亮！第一位太原理工球员，只不过他不是高水平校队的，他跟张亚龙一样，他打的之前是打的体院组的比赛，是，找机会啊。好球！可以，因为这个是最后10秒钟了，可能最后去投个三分，找一下手感啊。哇，我的压冠，我当然信啊！你的压冠。这我有什么好不信的啊？陈凯涛速度太快了。看一下这个身高198和身高190，你觉得他俩会去投三分吗？好球，其实都是以突破为主。是啊。新赛季三分球练起来了。来一个，都是他漂亮。有人问女主播是路人王江江不吃姜啊？抖音号男主播抖音号是鹅黄。是。陈凯涛上篮，球是败者组的比赛，我们比赛是5分钟的时间打5分，3次犯规。漂亮，是扇太远了，刚才那个盖帽啊。互相套路都知道。选择一个三分，漂亮，五分。被张亚成，结果张亚成全进，然后战胜陈凯涛。你看。Easy for end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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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nce, put that upper belt, put